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斯。喜欢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钮跟铃铛，就这种 IGFB、Twitch、Bibi 还有 Discord。然后在今天，四月四号，天地姐又曾在你的官方有公告银马的这个技能哈。好，那它可以自带一个宠物哈，双倍行动次数，感觉很强。好，跟我们之前猜的一样哈，它是一个雨势属性冰的哈。好，那天赋的部分是野兽之心，主动攻击造成伤害之后，对目标施加迟缓一哈，然后可以持续两回合。那在携带哦，与携带流血对不起，流血类状态的目标对战的时候，战斗中可以提高5%到15%。然后与携带迟缓类状态的目标对战，可以穿透了。提高5%到15% ，OK。然后在回合开始的时候，在自身身旁召唤一个笑霜，6到4回合触发哈。若笑霜存活，则不会召唤 ，OK。那笑霜死亡的时候呢，可以自身损失50%当前气血生命值。哦，死亡的时候啊，那就也就是说，这个宠物挂掉之后，我会被扣50%生命值啊。然后这边的策划说是，伊玛是有拥有宠物的鱼士，每回合可以对敌方进行2次的攻击哈。OK， 可是笑霜这个宠物攻击是完全复制伊玛的状态吗？就是它的属性状态啦，没有特别讲哈。好，哦，宠物也有天赋哦，哦。OK， 宠物的天赋是荒野狼王，主动攻击造成伤害后可以施加流血。OK， 银马是迟缓，然后它是宠物是流血哈。那流血状态目标对战可以提高伤害5%到15%，迟缓是穿透5%到15%一样哈。然后笑霜这边是110%到140%哈，继承银马的属性哈。OK， 这边有讲了。那银马死亡的时候可以获得铜龟哈。OK。然后暴击就提高100%，行动结束后可以死亡，可以多一次攻击是蛮好的，而且继承银马属性是110%，最高是140%哈，哎，蛮不错的哈。好，技能号令之剑，攻击单个敌人到1.4倍的伤害，然后这个号令是新的技能吧，新的 buff， 其实一回合，自身两个范围内若有友方主动发起对战，得优先攻击的时候伤害加10%。然后是笑霜发起攻击时候呢，伤害额外提高30%。OK， 也就是说给笑霜打好像比较好，对不对？就是以攻击伤害提升的话，然后再来是杀戮攻击哈，1.5倍的单体技能。然后如果施加流血或迟缓状态的话，对战前可以施加 Full Mind。哎，之前我们有打一个王仙嘛，王仙的被动技能就很讨厌。那不知道这一招可不可以？用在王蝎身上应该是可以啊，不过现在没办法测了，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啦，应该是可以目标流血，因为它是风暴可以两回合嘛。哦哦，我记得风脉是那个被动绝学会无效。好，我觉得这招还不错，推。好，再来是狂野怒火，主动使用驱上笑霜的笑霜5个有害状态，然后可以恢复全部的气血。OK， 再激活笑霜，刷新其技能的冷却。OK， 但是他的笑霜的技能后面会有吗？他有技能吧？然后可以施加怒火2回合，物攻提高30%哈。哦，这是七滴剂哦。哇哇嚯嚯！啊，几点？2点的七滴剂。OK， 好，看懂。然后在被动技能狂乱哈，释放技能之后，笑霜可以获得狂乱的状态，就是2回合，物攻提高12%，伤害提高12%哈。我靠，好猛哦！好，在技能哦，蜜血巡猎，释放技能之后可以开启巡猎哈。巡猎是若队友主动攻击自身两个范围内的敌人，在对战之中双方交战后，立刻对敌方造成额外一次0.3倍的物攻伤害哈。OK。就邪功概念，邪功伤害的意思啊。好，在这个应该是笑霜的技能吧。前野续集哈，选择一个技能释放，使用后切换成破风抓形跟双影袭杀这
两个哈。那破风这一招是 1.5 倍的伤害哈，那有流血跟迟缓可以对战中创出加 30%。那双影这一招是 1.3 倍哈，那有流血状态的话是对战前10加晕眩。我靠，哇靠，哇，我觉得不错。那这是被动技能，这应该是这个是谁的、啊？这应该是那只狼的笑霜的被动技能哈。免伤提高 15%， 在银马两个范围内10自身与银马免伤额外提高 15%。 哇，那这样子雨势这只雨势的那个续存力就很高了、欸。好，那技能组合就是参考就好，是炼鬼裸鬼。嗯，我觉得裸鬼好像比较适合、欸。好，那这边这是第一个主打人跟召唤物同时作战的角色。欸，我觉得他这个蛮。我觉得还蛮 OP 的哎、欸，我可能会抽哎、欸，虽然我比较喜欢人断离啊。好，那今天就是这次银马的介绍啦。那喜欢我的频道，喜欢我的频道，请按下订阅钮跟铃铛，就这种 IHFB、Twitch、Bilibili 还有 Discord。那大家对银马有什么想法，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。谢谢大家今天的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